现在全民制作人心中接近出道梦想的那些练习生是哪些呢？下面来公布前九位的练习生。第九名，我觉得是他共获得全民制作人的244万3819票。他来自弘毅文化何东东。有请站在舞台的中间。很多全民制作人觉得你的语言很有意思，天马行空，来形容一下你的心情吧。首先我要非常感谢全民制作人每天给我投票，因为没有你们就没有现在的何东东，谢谢。然后我要谢谢一直陪我走过两年的果冻们，谢谢你们相信还有陪伴，还有我的爸爸妈妈，非常谢谢我的爸爸妈妈，从小到大为我熬了很多不应该受的苦，谢谢你们。然后希望我能一直是你们的好儿子。然后我在这里真的很开心，认识到一群真的很好的朋友，然后每个人都不容易，希望我们能梦想成真。然后我跟他们有个约定，就是十年后我们认识的10周年要在意大利相聚，我们那个时候要完成自己的梦想，然后要努力的生活，正能量的继续走下去，我们未来见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99个大家在一起真的变得很不一样，很幸福，但是还是有很多现实的问题得思考跟去面对。不过很感谢一直相信我支持我的所有人，还有每天支持我的全民制作人，投票给我的全民制作人，谢谢。希望我能继续带给你们开心。最后还有一个位置，最后一个位置，最后一位留下的练习生到底是谁呢？在别的节目里会插播一段广告，但是爱奇艺做的节目是良心节目，所以请看大屏幕。有四位是接近60名的练习生，他们当中会有一位坐上最后一组座位，请公开下面坐上最后一个位置的练习生。不好意思，上面公开不了。好难过，我也是，我看了半天，台词套路了一下啊，不好意思。恭喜 Joystar 梁辉练习生，请上台。中间位置，说一说你现在的感受。谢谢所有全民制作人把手上的每一票投给我，我以为我要回去过年，其实我也是之前在国外也很久没有回去过年，我想
正好借这个机会回去过年，也许对我来说不是什么特别不好的事情。我真的没想到还有个位置在这边，真的我等得太煎熬了。谢谢你们，谢谢所有投票给我的全民制作人们，我会带着你们的爱继续前进，还有我的家人，支持我的家人们、朋友们，还有张碧碧，还有所有的工作人员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真的太煎熬了。自己说已经很勇敢了。每个人来的这一趟都没有白来，都有不一样的收获。要给自己多一些自信，不管你们今天是留下了还是离开了，在一起共同的两个月里真的是很珍贵的时光，大家相互告别和鼓励一下吧。喜欢唱歌跳舞就坚持，可能很多机会，好吧。你好好加油，你知道吗？你好好加油。我回去，我回去变成全民制作人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会给你去投票的。哭成这样。哎呀，没事，你哭什么哭啊？你们好，这个公司好啊。难受。哎呦，不要这样。我花九个月的时间离你们很近，现在又很远。在的位置是很多压力，加油！现在公布六十位的练习生，就我在大脑里幻想是喊的是我，我觉得是江津左，我怎么觉得是江津左呢？大家加油！好刺激啊！但是突然间喊的是梁辉，恭喜梁辉练习生。我瞬间就感觉是在，就一切就是从我来到现在就一些画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香蕉娱乐的练习生江津左。转了一圈，啪，然后又回到了当天就现场。那么最后是最可惜的第61名，获得了全民制作人的211590票。天哪，这加10000票太关键了，太残忍了。第61名，江津左练习生。哇。我要是他的全民制作人，我心疼死他，真的。这个结果也是，反正今天真的是太刺激了。我感谢全民制作人们，你们辛苦了，因为感谢你们为我投票，然后谢谢你们支持我、喜欢我。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一个开始吧。然后我觉得我以后会更加努力，然后让你们看到一个更优秀的我。谢谢。
就很遗憾。其实我是想跟他们在一起走得再长远一点。我唯一一个觉得今天的团队协作是最默契的一组，如果是对团队打分的话，你们应该是今天所有团队里面最高分。徐老师，我也享受过一次，就我人生当中两次舞台吧，就和队友一起。提前一直播就好了，我就等你，我就进去了。挺香的。今天呢，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款偶像练习生最新研发的产品——清洁神器。就是我，如何使用呢？哭得好快啊，这里待习惯了，就感觉像家一样的。就每天感觉生活得很满，希望下一次让更多的人看到我吧，就像刚刚被一颗打磨的石头找到自己的发光点，让它更闪耀。偶像练习生罗杰最后一次采访打板。说实话，觉得很可惜吧，而且觉得特别对不起每天我投票的全民制作人，每天我投票的龙猫们，然后的亲朋好友们，我觉得特别的难受。其实心里面是特别想留下来的，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机会嘛，然后可以说它是我这一条路上第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吧。各位全民制作人你们好，我是来自漫威娱乐三个月的练习生 Lonny 邓朗仪 L-A-N-G 邓朗仪。感觉好像都没有表现出来什么，知道要来这个节目面试，我跟我的其他我跟弟弟一起准备的第一次的舞台，其实时间非常非常短，压力特别大。You can't push it up. 太笑了，从一开始评级F 等级的有孙凡杰、邓朗仪、罗正，得到了 F。 那个时候其实我心态很崩，真的很崩溃，然后每一次的表演或者上课我都很认真去听，一直在很努力的去进步。这两个月过得说快不快，说慢不慢，留下了一次很好的舞台，收获了很多很好的朋友。可能你努力了不一定会有结果，但是你不努力你肯定不会有结果。你努力了，别人可能比你更努力，你只有比别人更加努力，你才会比别人有更好的机会能够抓住。所以我还是相信越努力越幸运。还没分开多久，连呼吸都会让我 miss you。 第一次舞台也很幸运的成于他被抽到第一个选人，然后特别感动是他第一个选择了我，真的觉得就是感觉是相处了可能好几年了，真的特别珍惜这份感情，也很有幸的来有这个机会能来到这个节目。然后我还是相信越努力越幸运。就肯定会怪自己，就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真的努力，就不知道自己
到底得多努力才算努力。我是来自湖南岳阳的个人练习生甘俊，请你记住我，不许忘了我，请你记住姓甘名俊。哎呀，没错，就是我。当时来的时候我是个人练习生嘛，然后之前就是一直就是默默无闻的，也没有人知道那种，然后你就哎就来了，然后一看，哇，都是各种大公司的，什么觉醒东方啊，又是什么华谊兄弟啊，哇，都好厉害好厉害那种大公司啊，我一个个人练习生，那对于我来说，我本身也不是专业的，我只是爱好，我只是喜欢，然后想来尝试，想去做这个事情，来了以后，嗯，就认识到他们，就觉得哎哎刚好，然后他们都很合得来，然后在一起训练也很开心。就等到今天分别的时候，就真的啊，对于淘汰来说的话，我更舍不得的是他们。在我看来，人生是没有永远的输或者永远的赢，你总会在某一个阶段取得你所认为的赢，或者说你在某个阶段会遇到你所觉得的输，就是陪这么就周围的一切都这么熟悉，陪伴了这么久，就感觉刚适应就要离开。